由于天生表示自己是星际种子的缘故啊，所以他的身体素质跟其他人不太一样。他说他在演讲的时候就可以用星光体去体型，而由于星光体是一种具体形状的存在，所以当星光体出体的时候啊，灵魂就会不受到任何的束缚，可以随意的移动啊。杰森说他第一次。